总编，哎呦，我的西门呐！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我回乡下老家了。你这个自由撰稿人呢？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有什么事儿吗？坐下说来。是这样，昨天晚上红园发生了一起命案，日本占领军的两个什么大佐，还有八名警卫被杀。 这可是个天大的新闻呐！你是咱们报社的金牌记者，赶紧去抓些资料。我把版面给你留着。您看，这个行不行？金鼎女神再次出击，两大佐命丧黄泉，都写好了。你是怎么知道的？街头巷尾都传遍了，我不可能消息那么闭塞吧？ 太好了，我现在就让人给你排版。罗先生，请你谈谈这个案子，你有什么看法？蒙机关长看重，谈谈我的一孔之见。根据我们对案发现场的勘测和调查，这起血案应该发生在昨天晚上10点30分左右。从康红和加代两个人血肉模糊的遗体当中来分析。 行刺者对他们怀有切骨之恨，不然不会下手如此之恨。另外，院子中八名卫兵身上的创口均为中国传统短兵器所致，下手干净利索，不留痕迹。这说明行刺者武艺高强，身怀绝技。依你看，他们有几个人？应该是5至8人。 何以见得？康红和加代分别沉尸2处，这分别需要1至2人。另外，像院子中8名卫兵同时发起攻击，至少应该是3到4人。嗯，那你说说，这个案件和其他案件会不会是一伙人所为？其他的几个案子，我没有参与侦破，所以不敢妄下断言。 那你判断一下，这伙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伙人身怀绝技，武艺高强，刀法娴熟，部位准确，但是从用刀的力度来看，并不是很强。由此可以判断，应该是女性所为，或者是。 未经我们审查通过，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文章？笑话！我们做报馆的，有权利对任何事情做出客观公正的报道。我们的文章是对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亵渎攻击，字里行间中具有强烈的反日情绪。说，长毛是谁？ 你要是不把长毛给我交出来，我就把你带回特务队。这也是外来用老，我和作者也未曾谋过面。通通的撒谎！你要是不信，可以自己去查嘛。大哥，快说，要不然你就死了，死了的！住手！ 你的。
什么的干活。我就是你要找的长毛。这出什么事了？哎，日本特务又闯进这里来乱抓人。抓谁啊？据说是血案连环的作者长毛。八嘎，让开！再不让开，死头死拉死拉的。要让我们让开可以，但是你得告诉我们，这位小姐她到底犯了什么罪？他的文章中具有强烈的反日情绪。不，他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对客观事实进行报道，何罪之有？你们大日本帝国不是要搞什么中日亲善，搞什么王道乐土吗？现在连最起码的新闻自由都被剥夺了，这不是强盗逻辑又是什么？左左等，左等，左等。你的什么的干活？一个普通读者的干活。把他也给我带走。快点去。谢谢你救了我。不用谢，是你的勇气感染了我。请问小姐的芳名是？我叫西门飘雪。不知小姐是否认识记者长毛啊？你问他干什么？我昨天刚从国外回来，就拜读了他的大作，心里就产生了想见他一面的愿望。这么说今天你去报社就是想见他？是的，同时呢也是给我登广告找工作。他的文章真的就那么好吗？当然了，他犀利的笔锋、闪烁的思想和抑扬顿挫的文字让我过目不忘。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都在想，中国就这么亡了吗？可是我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我坚信中华不会亡国的。先生，听你说起话来是激情澎湃、热血沸腾，想必你也是学文的吧？啊，不，我是学医的，外科专业。您叫什么名字？现在住在哪儿？我叫何陆阳，暂时住在我的表姐陈玛雅家里。找到工作，我就会搬出来的。到那个时候，你可以到医院来找我。不，医院那种地方，我还是不去，或者少去的好。为什么？你希望我生病吗？不不不。西门小姐，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是否认识长毛吗？认识。真的？那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引荐就用不着了，因为长毛是我的笔名。啊，是你？请接受学生的致意。何先生，你怎么这么客气？你笑什么，山谷君？我笑你，绿原君，你也能吃这么大亏啊？山谷君，你是不知道啊，那个人的中国功夫太厉害了。西门小姐，你写了这么多有关金陵女神的报道，
想必你一定和他们很熟了。其实我跟你一样，也没有见过他们。不会吧？你的文字那么详实和生动，没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是编不出来的。我可以搜集这些情况，再说，我也有消息来源的特殊渠道。能告诉我，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吗？依你之见呢？我想，既然叫做他们金陵女神，那一定是一群勇敢的姑娘了。不见得吧？现在男扮女装的故事还少吗？可也是。这样吧，西门小姐，咱们不管他们是男是女，如果你有幸见到他们，就说我何洛阳非常钦佩他们，盼望着有一天能把我自己的一腔热血和他们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放心，如果我能见到他们，我一定转告。我想他们听了你这番话，一定会变得更勇敢更无畏。但愿如此。厉害，确实厉害。你是说罗蒙？他分析的是对的。你是指案情吗？没错，这个案件的作用使者就应该是几个女的。这一点其实我早就看明白，让罗蒙畅所欲言表达他的见解，我是想看看他到底对我们隐瞒了什么。可是他并没有隐瞒呢。这能说明他会跟我们是一条心吗？您是担心他？你过来。见面你了啊。嵩山府水私自把枪剑卖给金陵普陀帮中饱私囊，这个人太不像话了。你先去吧。山伯，你来一趟。这次行动的成败，就看你那只鸽子了。请姬馆长放心，这只鸽子一定能达到你的满意。我相信，它能够完成任务。嗯，你去布置吧。嘿。
先生所见，今天的集团和上一次的集团是否是一伙人做的？你说呢？答案是肯定的，就是一伙人做的。你的根据呢？你看，手法是一样的，刀法是相同的，而且他们这伙人杀完人之后，都留下了一模一样的金陵女神标志性的卡片。李元队长，请你把这个寓所当中所有的人都给我叫到客厅来。今天上午8点到12点之间，你们都在做什么？都看见了什么？要从实说，不可以有半点隐瞒，更不可以编造事实。都听清了吗？今天上午，我看见松山先生房门没开，我以为他没起呢。到了10点，他还没起，我挺纳闷的，就上前去推了一下。门没开，我就离开了。谁知这儿出了事儿。今天上午我偷偷回了趟家，赶回来的时候快10点了，我也看见松山先生的房门没开，我怕被他看见，就悄悄溜回了房间。我叫季雨卓，是厨房的采买。今天上午，大厨胡师傅让我去街上买点佐料，并向我10点之前必须回来。我在街上碰到几个熟人，就顺便陪着他们在大街上逛了逛，结果回来一看，墙上挂的钟表小指针指在10上，大指针指在6上，我心想坏了，这都10点半了，就什么都没敢说，直接上了2楼。这时候我看见松山先生的影子在窗前晃了一下。你说的都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敢编瞎话。有谁可以证明你去买了佐料呢？是我让他去的，我可以证明。我可以问一下，你都买了什么佐料呢？有大料、花椒啊，还有几块肉桂。您要不信的话，我现在拿给您看去。可以了，谢谢你们合作。塞尤娜拉。塞尤娜拉。凶手就是他。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带走！不是我，我冤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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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绿元军吗？好的，好，好。季馆长，好消息，松山被杀案终于被罗蒙先生给破了。一切照计划进行。嘿，罗先生，今天的事情不会搞错吧？不会，绝对不会。你这么肯定？为什么？因为他一上来就连续和我们说了2句谎。哪2句谎？他说他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应该是10点半，因为当时他看到时针指在那个钟的时上。而分针只在6上，可事实上，10点半，分针确实应该在6上，而时针应该在10和11之间，对吗？还有，他说他上了2楼之后，还看到了松山先生的身影，在书房的窗上一晃，可事实上，他上到2楼之后，根本看不到了。
他说他今天买的东西中有肉桂，对吗？这能说明什么？告诉我，你闻到了什么？肉桂的味道。高明。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胜利，首先要感谢大侦探罗梦先生，罗先生，谢谢。这第一杯酒，我敬敬。季馆长过奖了，罗某无功受禄，愧不敢当。罗先生过谦了，如果不是阁下鼎力相助，我们不会如此迅速地侦破松山覆水的案件，更不会如此迅速地抓住金陵女神。来，干杯。这个女人是凶手不假，不过她到底是不是金陵女神，我们现在还不能下定论。哦，她就是金陵女神，我们抓到他，我们就会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季馆长先生，能不能让我亲自审问这个凶手？这个就不必了。你能帮我们抓住这个线头，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下面的事情就不麻烦你了，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他。好。大日本皇军司令部定于今日下午将已捕获的金陵女神当街示众，择日枪决。要枪毙金陵女神啊？嗯，哎呦，这不得了啊！这个。顾阳。啊。顾阳。哎呦，干嘛呀？这打扮这么漂亮，你要上哪儿去？我出去随便走走。收拾这么体面，出去随便走走。我知道你要看游街的，你是不是想去看那个被日本人抓到的金陵女神？哎，看看又怎么了？要不你跟我一块去？算了，我才不去呢。这种女人有什么好看的呀？我劝你也别去了啊。怎么，表姐，被日本人吓傻了？告诉你，我才不怕他们东洋人呢。我一会儿就回来。陆阳，陆阳，我告诉你啊，别被枪杆崩着。
这次行动让我们的鸽子受苦了，你去抚慰他一下，让他休息一段时间。知道了。还有就是关于松山之死，也不要再向外扩大了，他是为我们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利益而献身，也算是死得其所，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的财产，照顾好他的家眷，对他本人也一定要给予厚葬。嗨，李元，在。从现在起，你们特务队要埋伏在金陵监狱四周，迅速张开天罗地网，等于上钩，懂吗？明白。行动吧。嗨。干嘛啊？你现在也不问问老娘的身价？哟，不就是逸春院的当红头牌吗？啊，可咱俩是老关系了，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怎么搞的嘛？怎么了嘛？人家心里乱糟糟的，哪还有什么闲情逸致跟你狗扯羊皮呀？怎么了嘛，姑奶奶啊？怎么了？有人托我打听点事儿，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呢。什么事儿？我知道吗？嗯，就是关于那个金陵女神的姑娘。嗨，你问她呀？我告诉你，这个人呢叫纪玉卓，是松山富水家的女佣。哎呦，你别看那小妮子秀秀气气的，出手就能杀人。现在关在我们监狱八号监舍，门口设的是双杠。人家不想听这个。怕什么？这都是公开的秘密。此话怎讲？日本司令部已经下达了命令，后天就在孝陵卫杀了他。你不是昨天给金陵女神照相的记者吗？小姐，你搞错了，我的职业是医生。医生？那你知道那些干什么？我是想给我们的后人留下一点宝贵的遗产。哎，小姐，美女挑耽误了。对不起，我这不是已经有舞伴了吗？他已经跳三圈了，该歇歇脚。你放开他，你太无理了，你放开他。识相的，你给我快点滚。报告机关长，有好消息。讲。
鱼儿已经浮出水面了。详细的说，一个陌生的女子与监狱长苟旭年在十里香酒楼有一次私密性的会面。那个女子询问了苟旭年关于松山赴水被杀案和嫌疑人的一些情况。苟旭年怎么说的？ 他已经找我打听季玉卓的消息了，您说下一步我该怎么做？你先按兵不动，现在是我们寻找金陵女神的最佳时机，可以先放他们一马，然后咱们……明白了。 罗先生，情况就是这样。嗯，好，我知道了，你去休息吧。好，大姐，你们怎么才回来啊？刚才我们在舞厅遇到点麻烦。哎，大姐，你可不知道，刚才舞厅里有个小痞子，生拉活扯的把二姐给缠住了，要不是我在场，那家伙非得领一帮人下手抢了。 没出什么事儿吧？没有。大姐，你快看！你怎么才给我？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哪来的？我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塞到我衣兜里的呢？ 这张字条大家都看到了，这说明我们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也说明有人已经掌握了我们的行动意图。咱们去还是不去？你们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吧。去，当然去。咱们不能因为一张来路不明又毫无根据的纸条改变咱们的行动计划。说得对，咱们可是金陵女神，可不能被这么一张字条吓倒。 什么前方是陷阱？我看呀，这纯粹是吓唬咱们呢。我不同意老四的说法，这种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不管这张字条怎么来的，起码写字条的人已经知道咱们这次行动的秘密。我认为有必要取消这次行动。我不同意。我看这样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高低。我提议咱们按老规矩办，举手表决吧。好吧。 同意去的举手。不同意去的举手。妙玉，你是同意去呢，还是不同意去？我很想去，但又怕中了圈套。你们要是不想去，就回家睡大觉好了。我和三姐两个人去，正好能把那个姑娘给救回来。老四，走。等等，你们二人执意要去，我也不想阻拦。为了防备万一。 我跟石秋进去，其他三个人在外面接应。不行，我跟老四进去，你在外面接应。大姐，你是头，还是我去吧？大家别争了，这事就这么定了。金陵女神，今夜出击。 大姐，我也跟你去。你给我磨牙了？不，我也跟你去。大姐，你就让他跟你去吧。大姐，我也替三姐求求情，你让他去吧。好，换衣服。
怎么没老少？快，我事先都安排好。今天往哪儿跑？
姐，姐，你受伤了？我没事，他们俩还在里面。带走。西门小姐，不要再演戏了吧。你其实就是金陵女神中的大姐大。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要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凡是与我们大日本帝国皇金作对的，都是这个下场。